我是陈怡婷，我是江怡欣，我是薛琳，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欢迎收看网络版《现代启示录》，我是怡婷。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主题是《宫廷淫乱实录》。相信呢，大部分人可能听到这个名字就为之一亮，就开始有兴趣今天要讲的故事。那今天呢，要讲的朝代主要呢就是魏晋南北朝。其实呢，魏晋南北朝算是一个比较纷乱的朝代，而其中北齐啊，更被史学家称为是禽兽王朝。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当时的皇帝啊，多半都性格暴虐、荒淫无道。不过呢，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那些皇帝的后妃们也不遑多让哦。最著名的呢，就是北齐后主高纬他的宠妃冯小莲。那当时冯小莲呢，还有个称号叫做亡国妖后。那各位网友，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句成语叫做玉体横陈？其实这玉体横陈就是在形容冯小莲。相传呢，当时高纬觉得他的老婆长得非常漂亮，身材非常的好，因此呢，要在上朝时这么严肃的环境之下哦，要冯小莲横躺在大厅上，跟朝臣们一同分享说：“你看看我老婆有多漂亮，身材有多好。”那真的有这么荒唐的事吗？还是都只是后人穿凿附会之说呢？或许呢，我们一起看接下来的影片会找到答案哦。据说高纬宠爱冯小莲，宠到什么地步呢？那高纬要他随侍在侧，坐食同席，出则同甚，连上朝接见大臣时都要抱着冯小莲，搞得大臣见的是满脸通红，语无伦次。所以有时候这些大臣看到的时候，看到他跟冯小莲坐在一起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眼睛都不知道看哪里啊，因为就是很露骨，两个人就爱得很深啊，很直接啊，就是吃饭的时候同桌子吃，出去的时候同一辆车子，好出去游玩，睡觉同床。不止如此，据说高纬还曾发下毒誓说，愿得生死一处，也就是无论什么情况，多么危急，我都愿意跟冯小莲同生共死。那由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高纬应该是认为自己碰到了自己的真爱。冯小莲和高纬就有如寻常百姓的夫妻一般，可是在古代的皇宫中，要和皇帝有如此亲密的关系相当少见，但对冯小莲而言却轻而易举，也演变成成语玉体横陈的由来。李商隐喜欢读历史，也很喜欢读南北朝的历史，读到了这个一段以后，他有所感慨，就写了两首诗，名字就叫做北齐，他就一笑相倾国变亡，就是所谓倾城倾国之貌嘛，就是因为冯小莲太漂亮了，而且非常的妖媚妩媚，他对一笑就把那个北齐后主高纬迷得就晕头转向，国家的灭亡的命运就此注定。不用看到经济了哈，我们就知道这个国家一定要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小莲玉体横陈夜，冯小莲第一次上了这个后主高纬的床，以报周师入晋阳，军报传来，就是北周的军队已经把晋阳城，就现在的太原，那是一个北齐重要的基地给攻下来了。本来君主宠幸嫔妃也没什么大不了，而且高纬在当太子时期其实颇有贤名，谁知道他一登基，整个人走样不打紧，撇除好色的家族遗传不说，竟然还杀功臣，尤其是兰陵王高长恭，让北齐在和北周间的战争中一向占有优势却情势逆转。李商隐的《北齐》第二首诗中描述的就是西元576年，北周武帝宇文邕从大冢宰宇文护手中拿回军事大权，发兵攻打北齐，打到了晋阳城时，高纬之头和冯小莲玩得正开心呢。北齐的武力是比较强大的，啊，北齐向来就强大于北周，啊，因为他的这个军事是强悍的，啊，可是为什么到了高纬的时候，却一败涂地，跟这个
冯小莲就有关。西元576年10月，北周派大军进攻北齐，包围重镇平阳。那此时高纬跟冯小莲在山堆打猎，那告急的人来了好几次，才见到高纬，报告说平阳已经陷落。此时高纬第一时间准备回去救援，哪知道冯小莲居然说自己玩性正浓，要求再围猎一次。那高纬宠他嘛，居然就放下紧急军情，真的陪冯小莲尽兴为止。高纬和冯小莲可以说是一对真心相爱的恋人，两人从小都在宫廷中长大，当时都还只有十几岁的年纪，完全不知天高地厚。尤其高纬还是堂堂的一国之君，冯小莲有点像是北周派出去的奸细一样，啊，就是有了冯小莲呢，等于北周又多了20万大军，把他们自己内部先打垮。结果同年11月，高纬到达荆州的时候，平阳城已经失陷。高纬下令士兵以挖地道的方式向城里发起反攻，终于城墙倒塌。北齐军队准备里应外合，趁虚而入时，高纬又下令暂停攻势，为的就是让他的宠妃冯小莲一起观看这一场北齐大破北周的战争戏码。结果呢，就等他。等到化妆，化化化化好以后呢，没有办法打下去了，因为人家已经准备好了。啊，一来也天黑了，他就说：“那天黑了不要打。”哎，你是在打仗哎，你不是在欣赏一件什么事情啊？啊，结果高纬竟然同意说天黑了不打。那隔天不就要去打吗？说隔天起了刮起了北风，啊，视线不好也不能打。那你就是视线不好之后才更要打嘛，因为这是战争啊。结果就因为。为了要让冯小莲欣赏到北齐与北周的这场大戏，拖延了2天，就北周都把防备都做好了，做好了你根本就打不下去。高纬为了冯小莲硬是错失良机，把能赢的仗输得一败涂地。更夸张的是，冯小莲算得上是战犯、亡国妖女，根本就应该军法处置，没想到不仅没受罚，还获得赏赐。往后逃的时候呢，高纬就做了一件很天才的事情，他觉得冯小莲督战有功，啊，来欣赏战争这是有功劳的，所以就封他为左皇后。哪知道此时的冯小莲一看到齐军东头部队稍稍后退，以为说已经大败了，十分害怕的说：“我们的军队打败了。”那惹得穆提婆因此紧张起来。连忙要高纬跟冯小莲撤退。当时开府仪同三司西长劝阻说，军队半进半退是作战常规，并非真的打败，如果轻举妄动反而会让士兵惊恐混乱，不能重新振作。于是贪生怕死的高纬被这么一说，哪里还敢停留，连忙带着冯小莲向北退走。北齐大军也因此军心涣散，兵败如山倒。高纬只好呢一路逃往，就是由西边往东边逃。高纬逃到邺城的时候，河南的一个城，他先逃进来，赶快就叫是城门紧闭，把城门全部都封死锁死。而后来报告说太后也逃来了，说要不要迎接太后进门。高纬说不要，他连他妈妈都不要，害怕。可是后来再报告说这个冯左皇后也逃出来了，来了。高纬一听说赶快把防御工事给我打开。高纬为了冯小莲亲自出城迎接，耽搁了不少时间，再加上防御工事来不及重建，北周军队紧追在后，高纬只好匆匆传位给儿子高恒，自称太上皇，又带着冯小莲一路往东跑。因为他对冯小莲太重视了，他宁愿这一场打输掉，国家被亡掉都没关系，但他就是要冯小莲在，啊，其实他的输赢他都不计较。最后呢，他的手下越跑越少，最后就被北周军追上，
他们两个都被俘虏。高纬弹劾误国，终于亡国被俘虏。历史上的亡国君主，他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却向北周武帝宇文邕提了个前所未见的要求。之后，冯小莲和高纬被北周军押解到长安。那身为亡国之君的高纬，都已经自身难保了，还请北周武帝宇文邕把冯小莲还给他。可见得呢，他跟冯小莲呢是真正的有感情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冯小莲是左皇后，也就是父皇后的名义。那你居然敢跟战胜者去要，因为通常这种情况啊，就是为了要羞辱对方，尤其是你这种皇后，什么父皇后、贵妃这种，通通都是当做一个礼物，赏赐有功将士，就是为了羞辱你这个战败国。此时宇文邕不屑地说，我看天下也不过像脱下的鞋子一般，一个老太婆我怎么会舍不得给你。说完就把冯小莲四还给高纬。虽然冯小莲被高纬要了回去，但就在北齐亡国同年，高纬遭到宇文邕赐死，冯小莲就被当成战利品送给了代王宇文达。冯小莲被当作战利品赐给代王宇文达，那很受宇文达的宠爱。哪知道此时的冯小莲为了争宠兴风作浪，诬陷重伤李氏，李氏差点被害死，这就是悲剧的开端。那宇文达就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然后反正什么形容词形容在他身上，就反正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但这个很不错的人呢，看到冯小莲以后一样也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三不五时在枕边向宇文达就说他大老婆的坏话。那宇文达这个人毕竟啊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虽然也是被冯小莲呢这个美色哦给迷了一时，那可是呢最后呢就是还是听了这个大老婆的话。冯小莲不愧她狐媚之名，只要是男人没有不被她迷得团团转的。但在西元581年北周灭亡，隋文帝建立隋朝，这次冯小莲竟然被赐给了李氏的哥哥李寻。但是李寻的妈妈一定讨厌死她这个媳妇，对不对？所以就每天凌虐她，要她去洗衣做饭做出工做什么，然后给她非常不好的衣服，就是你以前所享受的荣华富贵到了他们李家以后全部没有了，因为他要为他的女儿报仇。李寻的母亲借机报复，冯小莲被逼迫自尽，一代妖后结束曲折的一生。而仅仅延续了28年被称之为禽兽王朝的北齐故事也随之画下句点。就是因为他们的家教非常差，握有政治权力的人往往可以为所欲为，第一个是酒，第二个是色，第三个是钱，第四个是杀。你都被你母后给宠坏了，整天只知道跟阉人玩乐，你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斜斜。你今年已经几岁了啊？荒唐荒唐，给我好好的闭门练字，练不好字不准用膳。除了冯小莲之外呢，历史上北齐武成帝高湛呢，他是著了名的无道昏君。那呢，他时常把这个时间花在荒淫玩乐上，那当然就会比较冷落他的皇后胡氏。不过这个胡皇后她其实也没有闲着哦，她也不是省油的灯。她不仅呢看上了太监，还跟她的老公高湛宠幸的权臣何世开玩在一起。那最后呢，这胡皇后她变成太后之后，竟然还动了和尚的歪脑筋。不过啊，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胡皇后她最后的结局竟然是变成京城第一名最有名的红牌名妓。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会从原本贵为皇后变成名妓呢？北齐高家是胡化的汉人政权，哥哥过世，高湛理所当然接收嫂嫂，还生了个女儿。先不说风俗礼法，高湛本身就是个荒淫无道的昏君，不止好大喜功，还整天沉溺酒色。高湛他就是禽兽王朝代表，因为呢他即位以后
他的后宫这么多的美女。北齐皇室之所以被称为禽兽王朝，就是因为发生太多难以理解秽乱宫廷的丑事。像是高湛的皇后胡皇后，她是一位出了名的美人，却和高湛同一副德性。胡皇后本身她其实也是一个名门，她的家世是很好的，因为她的父亲是望族，然后母亲也是。胡氏的母亲卢氏是范阳人卢道约的女儿，据说当她怀孕之时，曾有胡僧跑上门说这一家的葫芦里有月亮，那不久之后就生下胡氏。月亮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日代表皇帝，月亮代表皇后。姓胡的跟姓卢的结婚了以后产生了一个皇后，那这个皇后就是这个胡皇后。高湛在长广王期间就迎娶胡氏为王妃，等到即位后，胡氏理所当然成为皇后，僧人的预言成真。只可惜高湛身边太多莺莺燕燕，还有男宠何世开，根本无暇顾及这位美女皇后。我们看到高湛的个性就是这样啊，皇帝四处拈花惹草啊，然后就是非常的风流成性，反正什么事情也不管啊。然后最后他就都玩骗过了以后，他反而跟他的这个亲信的宠臣叫何世开。那此时胡皇后注意到高湛最亲信的大臣何世开经常出入宫廷，于是就勾引他，对他抛媚眼。何世开早年投靠高湛就相当得宠，等到高湛即位后，又被升为尚书右仆射，封淮阳王，仕途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另外又靠着和皇帝皇后都有不可告人的私密关系，在宫中权势滔天。高湛刚刚做皇帝的时候，因为他等于刚刚接下这个班子，那何世开就跟他说了，人生在世时间苦短，那你做了皇帝以后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说呢，国家大事就不要管了，你应该好好利用做皇帝的时间好好享受。何世开这个荒唐的建议一次讨好了皇帝、皇后和太子三个人，更荒唐的是昏庸无能的高湛竟然接受了这个荒谬的建议，于西元564年禅位给太子高纬，从此尽情享乐。可惜这种荒淫的好日子只过了3年，高湛就因为酒色过度重病身亡。原本还有顾虑的胡皇后，自从升格为太后，更加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一般人已经激不起他的兴趣，那么于是他找到谁呢？他找到和尚，我去尝尝和尚的味道。所以说他后来有一个宠爱的一个情夫，就是和尚。一开始的时候呢，胡皇后就是到寺庙去，到小禅房去，跟这个谭宪和尚就产生了奸情。谭宪和尚是来自西域的胡僧，年纪轻轻只有21岁就当了住持。更特别的是，他宣扬一套特殊的秘法，号称可以普度众生，荣登极乐。但说白了，其实就是房中术，这让他风靡整个洛阳城，名号自然也传到了独守空闺、芳心寂寞的胡太后耳里。本来是假装说我要到寺庙去烧香还愿，就跟和尚偷情。后来一想说这出去太麻烦了，说我要潜心佛教，所以呢，我经常要请不同的和尚来到宫里面讲经给我听。于是呢，就请他这位情夫，历史记载带了100个大大小小的和尚，就住在皇宫里面。那不久，谭宪又找了几个眉清目秀的徒弟进宫，那胡太后看的当然不会错过，也对他们下手。不过为了掩人耳目，胡太后将这些少年和尚打扮成尼姑，结果这一涂脂抹粉居然比真正的女人还要漂亮。胡太后被谭宪和尚迷得团团转，献上许多金银珠宝。这段香艳的情史在宫中传得沸沸扬扬，就只有高纬一个人蒙在鼓里。直到发生了女尼侍寝的事件，胡太后的秘密恋情才终于曝光。哪知道这两名女尼来到高纬的寝宫之后，抵死不从，高纬大怒，
叫人强行把他们的衣服扒光，这才发现原来这两名女尼竟然都是男扮女装的和尚。那高伟看了恼羞成怒，下令将谭宪以及两名小和尚全部斩首，而母亲胡太后也因为秽乱宫廷迁居北宫幽禁起来。西元577年，北周灭了北齐，对高氏皇族网开一面，让女子自谋生路。当时胡太后年龄不过40岁，居然异想天开，运用女性的本钱讨生活，果然一下海就声名大噪。以前住宫殿，现在开妓院，那开妓院以后，那就是门庭若市，每个人都想要去找他们，好，就不但生意很好，而且还络绎不绝。所以后来他就有一句名言啊，就说当皇后还不如当妓女来得好。据说胡太后还曾经得意洋洋地对穆皇后说，现在看来当娼妓比当皇后还要有乐趣，在宫里是几百个女人服侍一个男人，现在则是一大票男子服侍我一个，想来也是天道轮回，命中注定。堂堂一位太后竟然甘于沦落风尘，而且还乐此不疲，简直闻所未闻。胡太后还曾经说过，为后不如为娼，被后世学者评为生性风流放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观念开放的女性先驱。刚才讲了这么多北齐皇帝荒淫无道的故事啊，很多人可能认为说，那他的父母是不是应该作为也跟他们差不多？不过啊，事实上他们的父母分别就是北齐神武帝高欢以及皇后吕昭君。那这个高欢呢，其实是一代的英雄豪杰，而他的老婆吕昭君呢，更是历史上著名的奇女子。其实啊，吕昭君替高欢生了6个儿子、2个女儿，而这里面呢，其中就出了4个皇帝。那这个吕昭君呢，她也非常的厉害，当初她是自己挑选老公的哦。因为吕昭君当初跟高欢结婚的时候，其实高欢那时候还不是皇帝，是一个小兵将而已。但是吕昭君呢，她很有眼光，觉得这个高欢之后应该必成大器，所以决定跟他结婚。那果不其然呢，最后高欢也没有让他失望，成就了霸业。那这高欢身边也所幸有这么一位贤惠的老婆，这么贤惠的皇后，才能够让他顾全大局，成就霸业。不过到底为什么这样一对杰出的父母会生出这么多的败家子呢？北齐这个禽兽皇朝可以说是从高欢开始，史书记载他目有金光，深沉大度，他的妻子娄昭君更是不遑多让。娄昭君出身鲜卑贵族，性格节俭聪明却不骄纵，他是高欢的伯乐，没有娄昭君就没有高欢，更不会有后来的北齐。娄昭君呢，他是鲜卑人，等于是鲜卑的贵族，所以他们的这个娄家在鲜卑是非常有势力的。娄昭君是名门闺秀，许多男子都抢着求亲，但他一个都看不上，偏偏看中高欢。高家早年被流放，家境清寒，当时北魏征兵皆为世袭，士兵的装备、粮草、马匹都必须自备，而高家贫困，高欢只能当地位最低的征兵。他第一次跟这个高欢接触的时候，他是做巡逻，他就觉得说高欢这个人呢，非常的魁梧，然后这个相貌堂堂。娄昭君对高欢是一见钟情，但娄家可是地方豪强，高欢不过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这桩婚事遭到了娄家父母强烈的反对。娄昭君跟高欢都是属于北魏边疆地区的人，那个地方因为胡人跟汉人杂居嘛，所以双方老早就通婚了，只是说因为那个年代是一个社会阶级非常森严的年代，就是有所谓的世家大族，像高欢这样的破落户子弟是一文不名的，而他从女方那边得到一匹马作为嫁妆之后，有了当贵族的资格，那交友因此逐渐广阔。而娄昭君也很有帮夫运，高欢在娄昭君的背景和贤内助的个性加持下，事业越来越稳固。因为高欢是要在政治上、军事上出人头地的，那因此娄昭君，我们看到他在那个高欢整个在政治上发展的过程之中，他有的时候具有刹车的作用。
公元537年，高欢发动大军200,000攻打宇文泰，却因为轻敌在沙苑之战中大败。那当时侯景多次进言说宇文泰战胜骄傲，只要出动精锐骑兵20,000，宇文泰骄兵必败。那高欢听了就很心动，因为刚刚打败嘛，部下有人自报奋勇，就很想要让他去试一试。罗振玉一听就跟他说，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做，你知道侯景是怎么样一个人吗？你即使把宇文泰灭掉了，又多了一个侯景，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高欢底下这位大将侯景后来投降南梁，逼死了梁武帝，搞出侯景之乱，可见得娄昭君实在有先见之明，完全看透人性。只可惜他生育了6子2女，虽然有3位皇帝2位皇后，却创造出史上有名的禽兽王朝。虽然比较唯美，可是某个程度来讲荒淫啊，所以这个时代，北齐的时代呢，被后世称为叫做禽兽王朝，建立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暂。我们看娄昭君就会觉得他好像是一个灿烂的明珠。北齐的皇帝除了暴力好色，更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得已的胸中地疾。从高阳、高演到高湛，其实所有的皇帝都想传位给儿子。高阳虽然传位给长子高英，也迅速被废除帝位，因为弟弟的权力更为强势。自家人相争的结果就演变成胸中地疾，叔侄相残，才让娄昭君3度成为皇太后。娄昭君一共生下6男2女，据说每次怀孕时都有做梦感应，像是怀有高澄时梦见一条断了的龙，怀高阳时则梦见大龙头尾连线天地，怀高演时梦见乳龙在地上，怀高湛时梦见龙在海中洗澡。这或许是巧合，但娄昭君这些儿女真的都是人中龙凤，因为高阳、高演、高湛先后称帝，让娄昭君的做梦感应更添几分传奇。娄昭君虽然一生成就非凡，死后却景况凄凉。在他临死前，民间就有童谣传唱，说九龙的母亲死后不挂孝。等到娄昭君过世后，武成帝高湛就像往常一样，穿着红色衣袍，还举办酒宴，奏起音乐。高湛的宠臣何世开也因此请求停止奏乐，同样让高湛听了大怒，下令鞭打。但讽刺的是，高湛在兄弟中排行第9，正好应验童谣中的内容，而他这种不孝的行径也让人看得直摇头。问题是说呢，高欢征战一辈子，你知道那个创业君主，尤其在乱世，你每天要打仗，每天要面对着这么多的阴谋诡计，他没有时间去教那些儿子，那些儿子反正从小老爸有一切，那而且呢大家都在拍马屁。北齐神武皇帝高欢是一代枭雄，皇后娄昭君也是女中豪杰，却养出一群昏君。其实北齐物产多，人口多，文化高，相较于北周资源丰富，却被几个儿子败光光，活作仅仅28年。高欢若地下有知，恐怕也会不胜唏嘘。今天呢，听了这么多皇帝还有皇后他们荒淫无道、荒唐的行为，甚至最后啊，还导致了亡国的下场。不知道各位网友呢，对哪一段故事你们是最印象深刻的，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也欢迎在影片下面告诉我们哦。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我们的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喽，拜拜。